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弘法讲座。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佛道无上誓愿成。愿消三障诸烦恼，愿得智慧真明了，不愿罪障悉消除，时时常行菩萨道，时时常行菩萨首先感谢各位来参加法会。那么咱今日的法会最主要是慈悲，所以呢要做真济点灯供水来供养诸佛一切善行，然后我们来做大施舍，除了希望大家健康发财，进一步希望祖先万亲借助超度，啊，拄啊个特别召集，拄啊素娥满身也标，搁请一尊叫湛水英雄满身也来个现场，咱再搁大天父还是妈祖拢伫这所在。感谢各位大家来关心发挥，但是重点在什么所在呢？希望其实所有的念经发挥目的是要提升咱家己，就跟他讲，一间公司若要赚钱，然后大家拢做党的做总经理迄种能力，那么党的代表有钱，总经理代表有能力。那呢，这间公司呢，就发到圆满。但是为着要训练家己，咱来透过去帮助别人来训练家己啊，帮助别人，才发到训练咱的慈悲心啦、啊、忍辱啦，乃至咧帮助别人各方面啊，等等，安尼咱就发到成就咱的智慧，加一个未退转的爱心。所以刚才讲一句，都要听下人者，咱的这些贵宾高官。一个人有法度官做较大，那是因为过去修来，佛教讲因果啊，就是讲生了大汉，生了细汉，较水较歹，皮肤较白较乌，唱歌好听，唱歌无好听，这不是父母甲咱生成的，这拢是咱台湾人同就拢相信自作自受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啊，所以要做一个对社会有影响咱的人。那么咱都要天生爱有迄种诶，起来地藏经讲，一个皇帝吼，那看到善恰人吼，伊怎啊
家己归落啊，提钱好伊家迄落，还后世人做过较大个皇帝，意思讲帮助愈可怜的人，尊敬愈老的人，疼惜愈弱势团体的人，他的行为反作用力，意思讲你的行为反作用力，互人尊敬。敢若讲学生囡仔，你逐工来看到啊校长，你也甲尊敬校长，后摆就着你互尊敬做校长。不然有的人虽然真好读册，能力真高，伊就无得坐官位啊，坐官位。包括要做鬼嘛，要做鬼王的意思啦。啊，那前两边来讲，因为一个人要徛咧阮出家人，什么叫做出家呢？出离自私的家，未使为家己的感情、钱咧活。目的呢，要去服务社会。敢若咱台湾有净莲法师，哇，迄力量伫全世界。星云大师，哇！那么皇帝是像总统换来换去，伊无咧换的啦，做甲死，拢叫做大师。啊，目的的情况就是讲，想落有法度安呢，因为他一直过去写的敬迄个音，敢若阮师父定下讲，你要坐咧这顶头，过去若无做过皇帝，你坐袂掉啦。但是你爱有迄种的过去的音，有迄个影响力。但是从这个影响力变作去过去做皇帝是享受权力、自私，但是你要去有这个影响力来做出家人，啊，你才有法度去影响这个社会。不但影响有形的，都要去万世，晓得不？再个影响无形的，连个鬼嘛讲好，安尼啦，愿意接受你的这个看法。所以我真爱去万世，晓得不？什么十八王宫，啥物？较人歹讲话，较鬼就好讲话啊！因为啥物，算真诶啊，出家人内底无啥物秘密啊，无啥物做歹代志啊，即搭鬼王看到你，所以中国人讲一句话：得众鬼神亲，一个人脑得定，连鬼神呐、啊，特别甲你斗相共啊！震惊嘛，是呢，这边甲这边震惊，毋是人咧震惊，即、這个鬼王带这边诶，迄、那个鬼王带这边诶，两个咧震。对天顶正甲做人，正甲海底，即马搁咧整安尼啦。两个家族，家族往生了以后，变鬼也好，变神也好，搁咧修整。当然，安尼讲的意思是讲，一个人要产生帮助社会影响力，那一边安怎修行呢？就是这个意思。后边这种佛叫做宝济如来宝济佛，专门的爱护生命，包括连一只狗抓狗遐，伊嘛要甲救啊。所以这世间有阿弥陀佛、释迦牟尼佛等等。刚才最近常常在讲的，各位拢要念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，千手千眼。那业力量是什么？大慈大悲救苦救难。伊目的就是要大慈大悲救苦救难。啊，你今日要救苦救难，无钱、无力量、无智慧、无爱心，拢无法度救苦救难。所以一千只手代表什么意思呢？一千只手代表做一千遍的。大皇帝爱有迄个力量，每一只手内底有一粒目睭，啥物？爱有一千尊佛的力量，佛代表慈悲智慧，一千个皇帝代表迄种世间的福报、甲权力、甲影响力，这两种合起来，啊，你就有法度去救苦救难。简单讲一句，两只动物，一只是狗啊，一只是狮啊，人狮啊就是狮啊，大只嘛变大狮啊，小只狮啊，大家狗嘛惊伊。所以并不是他小而不能做王，因为他天生就是狮子。那为什么一倒胎做狮啊，一倒胎做狗啊，做一生乱？因为过去时一种的阴谋同款，做狮啊就免防加，啊做狗啊阴话就爱防加，哎呀！啊，所以各位你来佛教要讲的这个道理，一个人要得到好业，不是你脑筋更加好就会好业。跋筊人大家拢做我跋筊，脑筋拢做好，啊亏哪摆拢免跋，哎呀！啊，是安怎要安怎赢叫？唔，甲你的技术无关的，甲你的气有关的。你今日出来友好老母，路边看到一只狗啊弄死，你赶紧摕去边啊。看到善车人啊，跋筊输赢啊济，我今日来摕一千块给伊。你今日去跋，奇怪，当赌孤嘛赢。因为你的气足好，因为你友好父母帮助善车，你迄气就足好啊。恁某哥甲你敲电话讲，哎赢哦，赢才转来，哇，你真正气够较好啊。无你甲你骂，所以这叫做阴，
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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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爱想要出世伫个遐所在，伊想要去做国王，所以包括即马叫幸福国度，不单国王，不单遐国王，佮引导哦，啊佮爱太太佮水哦，两个阿公婆感情佮好啊。所以各位，你听我讲一个故事，因为我看大家咁样巴肚枵啊。有一个国王，伊个老百姓足济，啊因即个国家，大家面拢红红红红。啊！大家呢，拢足拍拼，足拍拼，拢听国王的。啊，有人去问佛陀讲，这是这个国王想哪呢？佛陀讲，哎呀，这真简单啦、啊。过去有一个咧过一万的人，啊，伊咧食便当啊，啊，菜就落个涂骹，啊，狗遐就拢走来食。啊，伊不但无甲打死，想，哎呦，啊，狗遐遐可怜，人嘛要食，狗遐嘛要食。我明仔再来吼，叫某甲我煮两个便当。我一个便当都要规个扛个树啊，卡好，伊在高下食，啊，我食一个。那佛陀讲啊，爱想话，啊，伊在高下好食，啊，这个供养的人够咧念观世音菩萨，观世音菩萨，够要念这個，啊，咱大家台地嘛念阿弥陀佛，对吧？够要念观世音菩萨，因为这种的因，伊在高下死去后有机会投胎做人，啊，伊呢，伊就去投胎做伊在高下。现在他认这高下倒台做人的国家的国王，所以大家面拢红红，大家都真怕病。各位，这足简单的道理，这不是用心机来。啊，你种什么因，得什么果。所以各位，咱来了解这个道理呢。那么，咱今日要大家要变大也好，要变赚钱也好，要做主管也好，乃至呢要靠影响咱也好，咱都爱过去。关心迄种同可怜的、同可怜的善恰人啊，所以释迦牟尼佛讲一个故事：释迦牟尼佛在世，甲头前有六个玉皇大帝是安怎做玉皇大帝？一个是足友好父母的，一个是帮助善恰人，啊，一个是啊，拢讲的拢是好代志，因为捌证到迄个神音，所以因就去做玉皇大帝。啊，虽然有一个真友好父母，佮帮助善恰人，伊做玉皇大帝，但是因到了转迄什么壁虎啊，啊，壁虎伫遐走来走去，伊定来去共掠来抬，按得到什么结果？虽然有一世有法度做玉皇大帝3600年做玉皇大帝很快乐，但是这个神业可以做玉皇大帝，但是伊真爱打那个壁虎的业障，玉皇大帝做完以后了，倒胎落地缸，可能。一个叫轮回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所以我想各位，当咱今日拄着好代志，咱来随喜啊，咱过去做善事的业，诶，善业来啊。咱今日拄着破病、艰苦、艰啊，别人对咱歹，乃至较歹运啊，咱的恶业来啊，恶业来啊。所以各位了解我安尼讲的意思是讲，碰到任何的境界。我们要做的是忏悔啊，忏悔，安尼叫法都小业。讲到这时候来，业下面是业，事业的业，身体的业，嘴巴的业，心态的造作叫与意业，身口意所造的业，业成为我们万事万物的主宰。做人心天，做好业人，做善恰人，这人是安怎心宅较好，较乐，真爱拜佛。拜祖先真谦虚，哎呦，伊就较大汉。这人是安怎，目睭汉尔水啊，眼睛不瞪人家啊，白花汉尔水，点迄灯汉尔好看，伊目睭就水。这人是安怎，皮肤汉尔白，汉尔白，哎呦，常常点灯和佛像和神光起来，行为反作用力，哎，目睭就水啊。哎，是安怎，哎，双眼皮，伊无双眼皮，啊，人咧点油灯，哎，有迄个中央迄个线。啊，布施善的人就双眼皮啦，布施油的人就这目睭这类较大类。啊，迄个人是安怎目面较水，啊，就在供养花啊。啊，迄个人是安怎皮肤汉尼水，啊，就扫涂骹啊，把涂骹用个清洁啊。所以
那咱家的老人想要身体健康，要去照顾老人啊。啊，这人想要好家，啊，真简单啊，帮助善恰人，提钱帮助善恰人。像拄啊，跋杯请这尊，这尊想要跟那印度人边啊有八个囡啊，听头啊头一遍听那个故事诶。讲迄阵160年前，道光年间，我们云林沿海大海啸，啊，都一个原住民呐、啊，为了救，怎跳楼来底，辛苦救八个囡仔，救八个囡仔个救起，可能后边死去，所以伊就变先天变慢性牙，哦，哇，所以这个慢性牙，佮即马佮你救人、救淹死的、救囡仔、救自杀的。我阮听到以后，更加跋杯紧嘞，万神爷要来参加法会无？要来做菩萨无？结果我去跋杯，跋三杯，伊讲你会使请，但是爱付18000块、嗯。你要请一尊，18000块，哇！咱代表听着，卜一下我来出讲，代表你免抢，大家拢要出，这拢好家人，大家拢知影要做功德，无免啊变好家人。所以三个一个出5000，代表出3000，还改做18000，怎个请来？所以这尊是咱的。因为大刚咧大桥都拢爱个扛个呀，见咧哦，亡魂哦，自杀的哦，淹死哦，囡仔哦，拢来哦，啊，所以我感觉这是一个真好因果的故事。一个人虽然救囡仔死去，直接升天，升天呢变大家咧个拜，哦，万神爷拢做神事，啊，万神爷个即嘛，佮咧做菩萨，佮咧救人，所以那第一享受的叫做神呐、啊。一个救人叫做菩萨，各位你就知影啊。所以讲妈祖，咱讲讲伊是神，但是佛教讲唔是妈祖是菩萨，神是天顶享受，迄是名好听。菩萨呢，伊无咧享受神的快乐，规工咧海边啦，咧艰苦啦，咧救病人啦，敢那迄恶魔扭扭啊出来就咧哭啊，菩萨心啊，看到咱痛苦伊就咧哭啊，迄叫做菩萨。所以呢，也希望各位今日呢，大家拢来做菩萨，好唔好？菩萨唔免钱呢，菩萨是有迄个心叫做菩萨心啦，那叫做佛心，佛心啦，啊，唔甘众生苦，各话讲两句啊，都好啊，好食饭啊。什么叫做唔甘众生苦？咱生一个囝，跟咱金属金光囝，伊若小可跋倒，你心里就要疼，迄叫做菩萨心。啊，修行就咧修这個，唔通雄，唔通雄。啊！看到人跋倒，你就动不掉；看到隔壁老人无通食，你就动不掉。迄叫做修行，修行就修这個、啊。那心肝未使坏，坏你就个斩，你个怕不死。这个杀业，战争的杀业没忏悔啊！所以咱佛教知影，咱在办法会、地藏法会啊、超度之大、红台的、甲台人的。什么叫做慈悲呢？慈悲必须符合平等，你未使干那过这边。超度这边嘛，爱超度这边。安尼后摆，无你超度这边，啊这边唔甘愿，后摆嘛就个报仇，啊就报来报去，报来报去。所以两边拢爱超度啊，还叫做平定啊。所以你今日安红唱去，你气开不死，这个理由就在这个地方。所以各位，那么当然咱今日要来消灾祈福超度，伊个原则就是信因果。咱今日从看你这好食的物件，要替因来拜佛拜神，然后唔是要得咱家己的福报哦，拜拜爱记的。我给你提一包饼，提100块，要来敬佛敬神。我从这个功德力业力，我们叫布施的善业回向，回向个往生者，回向个破病的人。啊，你讲我老母咧破病，我要回向个啥？我教你，这100%用老母的名去买一包饼，一支香，点一个灯，100块。然后替他去拜妈祖、拜神、拜佛祖，然后佮将这个功德力回向天下全部的老人、病人、艰苦人、饿鬼道，安尼个回向。然后你的老母因为是用伊的名去做的功德，所以得到的功德是帮助几亿的老人，哈林这过分也贵，所以伊就得到足大的业力、善业的果报。安尼各位有了解无？这足简单的道理。莫建年的老母做鬼，啊！莫建年要那超度伊的老母离开鬼呢？鬼都无当食，嘴大就会喷血。啊！佛陀甲讲，啊！你都爱恁老母留落来小块钱，摕去供养所有的修行者，真正的修行啦。安尼，你的老母就脱离啊！这代修行者
你修行修苦行，拢食着水，食着饭。啊，你老母就食着水，食着饭。啊，这个修行者有七戒，你一下，持戒得升天，七戒法度升天啊。那你的老母就升天啊，所以并不是讲提物件给伊的老母食，伊老母就食袂着。所以伊用这物件来供养这个全部的出家人，包括佛陀，所以伊老母就五鬼升天。所以咱每一年的七月十五，拢会普渡。这个普渡就是讲来供养三宝，供养地藏菩萨，帮助孤魂野鬼。啊，将这个功德，和咱的现世父母健康，往生七世父母升天超度。啊，你各位有了解不？我今日代表走去，所以我讲较足紧，因为也代表人民的意志。所以我昨甲不是，这婚礼有几个议员来找我，然后我甲讲一个，拄我讲了，我给讲完了会食饭啊。我甲议员讲，恁拢出家个，我输你安尼讲，我哪有出家个？你的老爸老母伫个无啊？啊！迄阵因往生，迄阵变他办，啊，就来穿迄衫，还叫做披麻戴孝，往丢啊！迄就是出家衫。因为呢，咱中国人讲啊，一子出家九泉，七祖尽超生。老母若往生，咱替伊出家七天，国家友好法度替伊出家四十九天，七十九天，披麻戴孝，拢袂使穿皮的物件，爱穿草鞋啊！啊，标准是爱剃光头。啊，别个都无剃光头，大家就地草无啊，将头髪砍起安尼啦。啊，困草球啊，袂使红阿婆斗阵困。啊，袂使食肉，你莫穿个衫裤去食肉。迄就讲出家的意思，迄叫做猪八戒。所以昨天我们在云林传八戒，八戒就是替现世父母出家一天，替往生父母出家一天，安尼呢，现世父母健康发财，往生父母发到超度。啊，咱呢？你只要出家一天，做一遍，不是做七遍皇帝，各位要做无？唔免算，出家一天做七遍皇帝，七遍升天，一切忘完。所以我定来去加个特别死刑犯，那时候台北忠孝二社啊，要判死刑啊，我就去传去受八关斋的，跟讲，你若受过一天，食菜一天，安尼好啊，今日卖生气吼，就算一定爱让断死嘛，直接升天。啊，搞不好改判无期的，大家嘛真认真，就是这个意思啦。所以我想，那我就讲下这个所在，各位了解哦。披麻戴孝是啥物？出家的意思啦。啊，所以当然唔免特别去准则做，初一十五，各位就爱去食菜一羹，去做善事，再去呢去拜佛拜神，下昼呢去帮助剩下人，还一羹食菜，啊，你现世父母就得到健康快乐。啊！你七世甲历代祖先就得到利益。啊！咱身躯过去有提囡仔啦、杀生啦、跋筊啦，大家拢有捌做过歹代志，迄条法度消业，消迄个业，就敢那车。啊！你着哪消业？啊！虽然讲哪做善事，啊！你善事着善报，啊！恶业着消业，啊！就连你着较袂较艰苦啊！所以各位，你若初一十五食素食，你会发觉别人食老咧破病，你无破病。因为你初一十五在吃素食，那天还在放生，佛经说，吃一顿素食，一顿就好，生生世世不出世在有战争的地方，我说你没吃也不行，一顿就好。初一十五，这样啦，不但我们今天吃素食，还要用这台食物超度，因为那五鬼道就是没人吃，所以各位稍等的代表啊，贵宾啊，但是信徒想要走，要离开进前嘛，插一支香，插一支香，啊，涂骹白的所在呢，包括这白的，拢代表你的，因为这是大家的，唔是某一个人的。头前这台是要替祖先、往生者、完成这主供佛。咱人啊破病啊，迄搭酸、迄搭痛，拢一个完成这主的，给你卡掉的，给你卡掉的，有一个业你来忏悔，啊，就完成这主给你卡掉，你才迄搭酸、遐痛，心脏无好。啊！但是你去拿一根香，讲我今日替这个万亲借住，用哈林这物件给你拜佛，用哈林这物件给你布施。啊！希望你去极乐世界，你去升天。啊！你对这个万亲借住都无欠伊济啊！万亲借住就是欠伊济，
欠伊坐一下来讨债，有做囝来讨债，有做翁来讨债，有做兄弟来讨债。这个兄弟对你就好，那个兄弟为了要来讨钱，这个朋友就对你也好，那个朋友就要给你害，那拢有因果的。啊，但是了解这个道理，那咱就拿一支香替拜佛，啊，所以就搁给伊回向完清债主。我教各位一个道理哈，你注意听就好了。这个人定来找你麻烦，要给你害。要给你创康，要给你阻挡，我们欠他一下，你不要怨叹他。你就早起爬起来点三支香，还是普通时来拜拜说，我呢做这个功德，给你点香啦，供养一杯水啦，回向给你的冤亲债主。比如说我要给你害，我叫做海涛，那个海涛法师要给我害，这样。所以你就回向他的祖先啦，冤亲债主。啊，他的祖先冤亲债主很欢喜的，我跟你说，他没在听你的，但是祖先他爱听，祖先对有影响力，所以你该拜完以后，你发觉你今天刚开恭喜你，拢点点笑笑，好啦好啦，安尼，安尼够有了解无？足简单的道理，因为你连对你袂使怨恨，怨恨伊就愈欠伊愈济。我不但无怨恨你，我是对你祖先就好啊。啊，刚才讲你本来要怕这个人，要去找伊麻烦，结果你的老爸咧破病，伊走去甲恁老爸医好后，啊，会足快乐的，你当然就原谅伊啊啦。啊，我对阮老爸较好。这个就是佛教的方法，最好用的，绝对不是以暴制暴，是用慈悲消除暴力，就很简单。这个人，这个人常常，你跟我，跟你说，你公司的人，什么人，有人在跟你讨钱，偷拿钱的，那就是你欠他坐，啊，没他拿你，拿你的钱，拿不到，啊，你越要跟他找麻烦，那不好，你就拿100块，用他的名，去帮助那同善起来的人，老人院、孤儿院，功德回向给他。还呀，想咯，你提用伊名提100块，等于还100万，个叫舍一得万，伊就袂够甲你多钱啊。啊，各位这道理爱了解。啊，咱来老母咧破病，啊，咱就来救病人，咱就来去救一只要用抬的鱼啊，救一只要用抬的参甲啊，哎，就啊，恁老母就免用开刀啊。何况啊，咱就替他做较大条的，所以今天那么摆那么大，但是这个物件拢是。大家共用的，啊，那个物件嘛，大家布施的，啊，就用这种心态。好，咱头前准备遐尼济哦，咱替所有的父母、外条的人、婚姻人、家己人拢好啦，乃至全台湾的人、全宇宙的众生，咱替共用。你看遐大慈悲心啦，所以对我念来，头前的一切哦，来共用佛、共用法。供养经，供养本师释迦牟尼佛，一切佛菩萨，供养妈祖、天神、万神爷菩萨，往阿訇，供养现世父母，活着的嘛爱供养，爱想爱友好哈。供养往生父母，历代祖先，七世父母，那说落来，供养所有众生。地狱道、五鬼道、头七七三支啊，动物道啊，普界供养，身躯的完全债主得到供养，发挥内外，处地地基主、护法神、求神，一切亡魂、台世的敌啊，普界供养，念三字，嗡阿訇，嗡阿訇。嗡阿訇，同享功德。好了，后摆各位来要食饭就记安尼，供养三宝，供养神，供养众生，供养父母祖先。啊，今我饭了就完满了。好，咱开始来运动。什么是运动？不是干那辛苦，不搞运动是心的运动啊，让这条心没生气，所以会痛苦，让这条心。保持伫个帮助众生，乃至呢，家己咧老岁嘛，要帮助众生，这种心灵的运动叫做慈悲心啊。但是慈悲心一定要有境界，那无人甲你骂，你嘛唔知影讲虾米叫做慈悲心啊。看到善巧人，你足艰苦，迄叫做慈悲心。所以这叫做修行啊，修行就是咱这粒心
不忍众生苦啊！咱的老母，囝在破